大家好，我是老谭，今天带起嫂嫂他们去接了花姐回来做作业了。嫂嫂搞快点，都在等你一个人了。走，后车两个嫂嫂。哎，要得。哎，排骨油条上去了。我手上还整我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长下来，长下来。像个猪女。还要跟那路人拍不嘛？快点，快点。那个李子起得了。好大一个的哦。我那河水不得了，这两天落雨啊。在那个坡坡上，有没得？有啊，那些是老板他捡了不要的，我们来捡了回去做作业了。嫂嫂捡快点喽，捡起等下分喽。加起回去慢慢弄噻。哇，小饭好多。慢点喽。我举着手了哦。你家豆豆，我捡起弄半儿装。你看，一哈儿都捡豆豆。他那个不捡，到时候还是落了。他要落。小心点喽，那个字句都痛哦。那哎呦，那个才叫挨不得哟。哎呦，我的妈哟，那个果儿才是碰不得呀。哎呦，那个果儿碰得好痛啊。举得哭晓不得哈。就是这花椒起还是好起，这手举起也是要命喽。还好吧，兜兜装不到了，拿去给倒了啦。要得，那点我那点还用得到。慢点，莫抓螺的嘛，难得弄。你看我捡那些花椒，才是素净的，装到背包。那夸陈阿姨，你看。我捡两大包。耶，要闷了哟。弄些装车走回家。那个不该是老要的，咋嘛？这是我的。走，回家煮饭了。各拿各的东西。哦，要得要得。今天的收获还不错，收益大倍。你以为是拿好多钱？我也把你卖了的。好吧。哪个喊你骑的嘛？我熬啥子？我歇一点，我歇了。舌头都还不摘到。舌头都不摘了。去点点嘛，跟他给点点，跟他给点点。好钱，让我收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来多的。我一点都不起了。你说你不起了嘛？啊？看到我们现在还是要起好。还紧收哦。哈哈哈哈！那是什么东西嘛？加半点才加那么多。西瓜，个夹样，我可以给你勒的嘛。我讲那个夹样工资，在哪得点？买点。好多钱？啊？几十块？是，那是什么是比较养人的？你要全在包货哎！扯点绳子来炒起去，再扯点泡椒炒绳子，再鱼老狗搞点汤。看看嘛，搞点青花椒啦，我就煮那把点鱼老狗，你洗一下。这些鱼了。把那泡椒炒一下，炒好了。看那做的泡椒凉了，好香啊！开始。你看到鱼就下下去。煮好了舀起来。香不香？
洗饭的。那碗是妈的，这两个的鱼了啊。哦，来了。那青花椒煮鱼头而已。嗯，那是哪样？你吃嘛，卷儿。卷儿。我有感觉吃鱼耶。哈哈哈。我吃下去。进来没？今晚不早去喝水。喉咙大，喊吃粑粑。哪那么多喝水？哎，老公太不济。哪里是喝水吗？我喝一些。你光洗啊？你光洗嘛，洗完洗起来就去买嘛。雕竹给你买点儿。一块钱几个？一块钱十个。谁？真的。还是假的？真的。真的啊？罗大的都买的。哇，这儿汤喝起才鲜。